将子为接送后，侧风草芽长成果。娘娘，你又在伤心落泪里。念了，今天又是元宵节了。娘娘，一杯清茶，全当元宵美酒，请喝吧。元宵节节
试试吧。什么残香挂佩，万岁龙
心疼奴把我当成门姑，王家军有此不平之事，究竟是谁？Oh.
就给知恩报恩，把当年九曲桥畔之事，从此将来是有你的好处。是。小太子将婴儿抛入雨河内，就却脚下遭淹。
件事。从此我守口如瓶，十年的水不漏，无人知。哦，不正是此，全是真情守望。哼，你看。从这讲了吧，娘娘，看子以何本特出，万事是什么样啊？我来问你，当年你和陈琳是怎样串通一气，蒙骗哀家？哎呀，娘娘，此话是从我说起。会同大人两言不早，过完将前生绑下了。是，来人。奴婢冤枉呐，拖下去狠狠地打。是。娘娘。啊！哎呀！啊！娘娘，娘娘。我啊，娘娘。怎么不当了？娘娘，当时前程脱了口供，只怕难以再更。倒不是把陈平宣进宫来，与他当面对质。好主意，宣陈平。是。娘娘有旨，陈平进宫。陈平进宫，陈平进宫。不知为了何事，郑公公，哀家与我分离。娘娘，请讲。十二年前，哀家命口子盼一件大事，他竟没有办好。听说这件大事，你也知道。什么大事啊？奴婢想不起来了。哦，真的想不起来了。哎呀，年方十九，实在房外了。可是口子他已讲过了。他讲什么？你不要装糊涂了。你怎么讲？学过哀家翻脸夫妻。
娘娘要你死，你就活不成。国王，你管把我怎样？咱家有先帝免死金牌。娘娘，也生要用奴婢为公慢慢向来，谁能想起接来禀告死家满？想不起来也就算了，何必急着要走呢？啊，不知还有何事？你说口子忘了爱家的大事，给不给当？给当，给当。好，好，把口子带上来。是。
与金冠为靠娘娘，莫怪他家他父亲何谁寸痛而动长谷何分？此话从我说起，难道你曾困？环境何必弯腰问我？好一张脸嘴，证明你我重重的当，狠狠的当，当了他走人放血。娘娘，你不管重当，看来你们的是传统的了。不是，不与我匆匆地打打，你打死我吧，你曾见我吧，也罢，三次
听到了吗，李娘娘，
没有事。太子他也没有事。不成立也没有事。请千岁受下，本王拜谢王恩。千岁，奴婢告辞。哎，公公，公公难得到此，怎能不应受舅舅匆匆而返呢？皇命在身，少陪了。就待本王当开庄贺，你我同用寿桃，共享王恩，再走不迟啊！这是我死的你，公公，难道你一点面子也不给本王？恭敬不是从你。不是本道，恰是十楼。十楼，千岁，这王峰背后还有御笔提示。御笔提示。请公公过目，去管。此次你我一同观看。当年做人送礼子，今为父王先杀人。不必去用，亲手用，苦苦力力先不留，还望御笔亲赴。啊，公公。你可记得这其中之含义吗？这有什么可记的？告辞！你不记得，本王记得。十六，查十六飞燕。王郎杀敌是送子上门，分明是命本王自灭奸党，一个无不能。你派子你，国王，
只怕你来得去不得了。来人，多是薛先生私设弄堂，加害我钦差大人，给予到红尘。本王公子哪这么贼，名正言顺，天理昭顺。再加你三公主竟私配他人，你官方我怎么养？国王，你把难做了一二万岁，垂从良，垂大后进，万不从的早来。你虚可不认，大家胡听自由。随送礼子，今为父王先杀驴。陈琳，我来问你，当年先王命你为北燕王之首，送的不都是蟠桃手里吗？真是。可这里是送的却是礼子，岂不荒唐？这也难是，今年送的不是杀驴吗？陈琳，难道你当年真的送过礼子？第七次是色雷娃子，娘娘小小的子难道害怕了？你
我是聪明，你休想有意我纵横偏爱奸。咱家奇怪，我来问你，你说的什么牛人事，如今世上还有吗？这，你说呀，你讲啊啊！娘娘，切莫笑得太早，请盈宽。黄灵帕，真是黄灵帕。请问，神在一世何来此吧？生死不留，也命可知。可是，神外我他，神外我他。生在哪里？真是我见鬼！来，有请当今国太李娘娘。臣身为罪吗？啊！我就是你黑不是少不是十七年我那的李娘娘，立即斩首！是。
面万岁刘备原谅自己一命送上。千岁万岁，孤寡已真岁死忠。好，莫非今当一次他才一棒。可子，你看到了吗？你的兄没有把人，我们的臣保了。可子，好功臣。为公，群公，同意。